白菜，切好的白菜，这是白菜那个，木耳、干辣椒、粉丝、鸭肉、熟的鸭肉。原料还有加入鸭汤，辣椒、蒜瓣儿、鸭肉是熟的，所以鸭汤加成鸭汤。加成料酒，加了很多鸭汤，加了很多鸭汤、白菜、木耳、调料加的香椿。没有加水啊，都是白菜本身出的水和加的汤。这时候呢，把粉丝加入，粉丝用来吸汤。然后呢，葱和剩下的蒜，加醋啊。瞬间香醋完成，非常不错。最后粉丝把汤都收了，做完了啊，加了很多的鸭汤，放盐了啊，放盐了，没有加水，都是用，然后这白的处理水什么都被这个粉丝吸掉了，尝一下啊。代表大家尝一下，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，有醋溜白菜的味道，有肉的味道，还有一些辣，因为加辣椒干辣椒了啊。秋冬季的一个好食谱啊。鸭片儿、鸭肉、白菜、粉丝，好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这个菜比较简单，也适合秋冬季。一种懒人的做法啊，煮一锅鸭汤，然后慢慢的吃吧。